场完场前有冇得追翻一粒先啊？可惜啊，过唔到半场嘅阴公猪。唔系，哇！佢呢个人好好扭啊，呢队波好中意扭波扭扭落，吓、啊！又话咩啊？大肚林咩叫大肚林啊？大肚林咧，我哋估啊，大肚林抌啊，听过啊？大肚林抌就系嗰、那个，通常就系咁样形容嗰啲即系肥仔咁啊，林叮叮当当个肚摇落去，傲嚟傲傲去，所以叫大肚林。明明是一个简称，就不是讲错，吓、啊，知不知道啊？大佬林啊，所以冇乱咁话人哋讲错嘢，足自失嗰啲冇嘅，系啱嘅。大佬林登就简称大佬林，明唔明啊？咁咧之后咧，仲有单新闻系讲啲咩咧？就讲咧就而家美国咧就好黐线嘅。而家美國咧嗰啲鼠患啊，嗰啲老鼠啊，好恐怖。即係之前就講話英國嗰啲老鼠啊好癲啦，而家咧美國嗰啲老鼠咧仲黐線。嗰啲美國嗰啲老鼠咧就會成日擔住另一隻老鼠屍體喺度周街行啊，勁核突。有冇機會話爭少少啊？呢下點解咧？唔知喎。佢話咧而家美國鼠患係超嚴重，咁咧就地鐵，尤其是美國嗰啲地鐵啊，佢話咩極度污糟，鬼佬好多地鐵咧都即係除咗北歐之外啊，好多地方嗰啲地鐵咧出名污糟邋遢，咩法國啲人話法國啲地鐵人極度污糟邋遢，咁咧佢話美國呢個地鐵咧就黐孖筋咧就嗰啲老鼠咧就好中意咬住啲屍體，咁啲人話哇老鼠咁有義氣啊，咪手足情深啊，點點點。跟住佢話你係傻啊！嗰啲專家就話美國嗰啲專家就話你白痴啦！佢話你以為老鼠係真係咁有義氣，即係會顧住同伴點點點。佢話其實唔係啊！佢話老鼠咧只係好中意食嗰啲屍體，見食得唔好曬，咁就擔埋嗰個成個屍體咧就周圍去行啊咁樣咯。咁但係唔知佢又冇解釋到點解而家美國咧點解咁多呢啲老鼠啊？突然間即係走曬出嚟。但佢话而家系呢几个月咯，佢话突然间变到咁咯，佢话啲乘客见到都劲惊，无啦啦见到啲老鼠啊、成啊，即系咁啊，佢话好恐怖，因为老鼠一嚟劲多菌，即系以前你都知啊，咩鼠疫啊嗰啲咁样；二嚟咧，佢话即系地铁咧有好多食物嘅，即系可能有啲即系好似我哋地铁咁都有啲卖面包啊，咁鬼佬咧就有啲卖 pizza 啊，一两块嗰啲。佢話好驚嗰啲衞生問題咯，即係會唔會整到哇入邊嗰啲食物全部都有老鼠躝過啊？大佬唔得噶喎，咁樣咁啊好驚呢啲咁樣，所以我都好擔心。我一見到啲老鼠我都好驚。而家鬼佬呢邊唔知咩嘢黐曬線啊！即係周圍英國啊呢啲老鼠嗰啲鼠患越嚟越嚴重，唔知點解變成咁樣。好、哦、想俾入去，可惜啊！有机会啊，可惜啊，呢下铲得靓啊！唔知啊，唔知道英国嗰边就系话咩喂太多老鼠药，即系搞到啲老鼠咧就变到劲肥易变咁样嘛，即系啲老鼠已经唔惊嗰啲毒药啦，跟住点知当嗰啲毒药咧即系有抵抗力就变成营养剂咁样狂嚼。哇！好似当食维他命 C 咁，日日喺度狂拍，变到劲肥，好恐怖。咁美国啲老鼠咧，仲系细细只嘅，即系都仲系天然 size， 你会觉得啊，即系合乎常理嘅，即系好过英国少少。英国嗰啲又大只，成只嗰啲野猪仔嗰啲咁样啊，好恐怖。所以美国呢个还好啊，呢个就，但系当然见到啲老鼠都系唔好噶啦，即系唔开胃，即系卫生环境有问题啦。美国通常老鼠都是因为有啲咩窿啊，俾佢转嚟转去就会变到即系越积，即系佢哋有个位置越积越多，又会生劲快，繁殖能力劲高啊！呢啲通常你冇可能清得干净咯，我都唔知道。就算佢揾灭虫专家，我谂都地铁嗰啲咁多窿窿罅罅，一阵匿喺嗰啲路轨隧道度，你都唔知点样处理，你都杀唔晒。唔通停咗部车？诶，我而家睇下呢个路轨先，睇下有冇老鼠入边嗰个山窿入边湿湿滑滑、污糟邋遢。哦，
有搞错啊，咁都唔入黐线啊。柱边喎，真係啱啱好计正喺柱边黐孖筋。低能啊。走位走得咁靓，呢下我都已经睇准角度啊。黐线点计都计数都冇计到咁准啦、啊、大佬点解可以咁大个笼就啱啱好可以紧紧唔入好。将功补过。黐孖筋食屎啊。几有似你啊，好啊，犯规战术，整定嗰种先啊，大佬，冇事，佢话铲得靓嘅 ，OK OK， 好，大家而家要狂铲啊，信我，如果想追翻和，一定系狂铲 ，Oscar 信我，真系整定嗰种，我系将犯规战术引入足球嘅足球大师，讲起足球咧，知唔知咩？好似话皇马而家揾斯丹教啊嘛，咩宾尼迪斯。被皇马兜毁咗啊嘛，跟住而家揾斯丹教皇马，你哋点睇？斯丹教皇马，可能个人都要释出斯丹转身，会唔会啊？自己落去踢埋啦，自己做埋吓、啊、球员、教练兼球员，你点睇？我斯丹而家应该仲踢，因为佢呢啲技术型球员就不嬲都唔使点样话体力话好重要嘛，最紧要好似派路呢啲箍到个波就搞得掂咯，死滞爆啊，好靓呢下铲波，哇仲扭，好靓啊，叻仔啊，好俾到落嚟。超靓俾得保护被球，成龙教你啦，拉屎你都扭得靓啊！喺劲索索仲有机会啊，好波啊！依下叻仔嚟啊，我俾咗落去成龙之后，成龙不负所望，即刻吸过嚟再借，炸炸冧，全靠我犯规战术。大家继续铲，信我，信者得救。如果想追，甚至乎赢，大家一定要努力一件波铲落去，系啊！一嘢怼落去，唔使谂咁多啊！铲啊！真系信我，抌落去啊！大家尤其是冇黄牌在身嗰啲人咧，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咁铲落去，又扭黐线！我顶顶到出去啊！有机会啦，又嚟啦，又嚟啊！进攻啊！各位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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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嚟啦，成功！想俾落去，可惜噶。好叻仔喎，俾咗落去啊！醒龙自己嚼啦，哎呀，想扭过去，系，仲有嗱，铲得靓啊！呢下一定系辣落去，唔使讲咁多嘅时间，保持三分钟，一有波辣落去啊，真系啊，一嘢铲落去，即刻惊啦，大佬见到你气势已经赢咗，话俾你听。几好波嘅人见到你喺度铲，已经扭唔到落去。嗱，你睇下对面就知啊，见到我劲，一箍波即刻铲落去。好，哇靓喎呢下顶落去，一路踩上去，哇死仔包，仲有冇机会啊？俾多次进攻，唉叻仔，犯规战术整零个钟先。好冇事嘅皇马啊，大佬 NBA 都系咁啦，未落范尼场都系照礼啊，唔使惊啊，佢一定斩，佢一俾地波就辣落去啊。好嚟啦嚟啦，压上蟹，可惜啊。咩冇球品 ？NBA 犯规战术，你会唔会话冇球品啊？有冇？你会唔会话佐敦啊嗰啲冇球品啊？即系喺度吓犯规战术吓？T-Mac 拉屎嗰 T-Mac 咪有一场经典，唔知拉屎十秒入十几分，你会话麦基迪系咩冇球品吓、啊？会唔会咩整停个钟足球？足球个钟系唔会停，但系佢见到有犯规，佢要继续补翻啲屎啊，大佬，佢就要补多啲屎，你知唔知啊？吓、啊，你知唔知？足球系唔会整停个钟，但系嗰个意思形式上嗰个裁判，凡系啲犯规啊，叽哩咕噜，佢一定要再补翻落去啊，大佬啊，
有时你唔见保时保就十分钟嗰啲，因为有人严重伤、重伤啊，嗰啲性就系咁样咯，嗰道理知唔知啊？明唔明？今晚讲紧咩啊？讲紧老鼠嗰啲啊，嗰啲老鼠好恐怖咯，唔知有啲人话系咩米奇老鼠定咩，因为喺嗰度所以先咁多鼠患啊，唔知。美国人对好似鬼佬一般嚟讲，都其实 全世界啊亚洲人都对老鼠嗰啲本身都咩十二生肖都有老鼠啊，你都唔会话哦，哇老鼠咁核突，点解唔知喎？即系通常都系觉得。虽然一方面又觉得佢系害虫啊，食啲咩，但系另一方面又觉得佢好似好有朝气啊，点样即系繁殖能力强啊，通常都系咁。美国啊，中意米奇老鼠啊，你喺中国又有咩十二生肖啊呢啲咁样咯、啊，所以好多跟住有啲人又而家又中意兴养仓鼠啊，成你哋中唔中意仓鼠？哈姆太郎，哈姆太郎嗰啲还好啊，老鼠真系顶唔顺咯，啊！白老鼠你哋会唔会养？白老鼠可能好少少，但我都麻麻地，讲真好恐怖，对眼红色嗰啲嘅黐线，见到即刻惊个癫。叮当会唔会惊白老鼠？有冇试过有一次吓？啊有冇做过实验？定叮当只系惊灰色老鼠嘅？有冇人知道？可唔可以寄去日本问？请问叮当惊唔惊实验室嗰啲白老鼠？吓、啊，我同叮当一样。你又话点解曱甴冇做十二生肖啊？咩生得咁劲唔知喎，即系太核突咯！曱甴、蟑螂，但系蟑螂呢个名好似都听好听过咩老鼠啊？蟑螂哇！依下省中柱啊！好靓啊！唉，可惜啊，等少少。好，曱甴我乡下叫曱甴，你知唔知啊？吓，就系嗰啲台湾台语啊，闽南话就叫咩曱甴，曱甴都系用翻呢、這个，即系唔会讲咩蟑螂，即系同曱甴个音都系差唔多啊。可能呢啲系古代都系叫曱甴，我唔知啊。呢个我冇一个详，呢、這个我唔够胆肯定啊，冇一个详细嘅考究咯。但系。即系通常啲台语啊、闽南呢啲咧就好保留，即系古代嗰啲，即系冇咩点变，同广东话差唔多。即系通常广东话啊呢啲都系保留咗啲古代嗰啲嘢比较多啲啊。蟑螂我就唔知系边个吓方言或者点样系有呢、這个边度发源地嘅呢个名词，我就唔知道。曱甴就同。即系我谂都系南方人，即系广东话啊，即系闽南人啊，呢啲地方都全部都系用呢啲话发音嘅话，应该都系差唔多。应该古时南方人就叫曱甴咯，甲吓、啊。好嚟啦，睇下点啊！嚼落去可惜啊！唔一定南方嘅，可能古代啦。总之就系古代，应该啲人就中意叫曱甴多啲，吓、啊。有啲人话叻机啊，定咩啊？吓，睇到啦，而家又。数据显示啊，冇咩问题喎。你而家有冇问题啊？点啊？听到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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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冇听到？有冇问题？收到啊？定系窒下窒下？有啲人话正常啊，而家冇事啊。啱啱唔知发生咩事，挫嘅话挫，唔知道喎，我都唔知道咩事，信号受到干扰。干扰机会唔知道。咁之后咧，仲有单新闻系讲啲咩咧？就讲咧，大家有冇听过咧？就 B B 咧咩胎教？胎教咩叫胎教啊？就系、是、你怀孕期间咧，就系、是、你做啲嘢咧，其实咧 B B 都啊，哇，仲唔吹啊？考
B B 咧，其實咧就都會聽到嘅，即係嗰陣時其實 B B 個接收能力啊、學習能力嘅，咁咧所以咧懷孕期間咧就啲人咧就話哦，你唔好喺即係出入啲即係嗱啲人成日講粗口啊、唔好啊，咁嚟聽音樂。聽啲咩莫扎特啊，咁咧就胎教就會好啲，即係可能佢就哦細個聽呢啲咧就會呀音樂好叻啊嚇，睇畫啊或者點啊，或者睇啲咩靚 B B 相啊，咁咧你嗰個人咧又會好少少啊成。咁咧就近日咧就美國呢邊咧就有啲新聞咧就話咧咁樣，佢話你隔住個肚，即係隔住阿媽對耳喺度聽啊，佢話點會有咩成效啊？咁樣佢話咧而家最新嘅成效咧，如果你想聽得好仔細，即係令到 B B 聽得好清楚咧，應該點做咧？佢就話咧你直接對住媽咪咧。即係嗰個私隱部位，佢話攞個喇叭咁樣懟落去，咁樣聽，佢話咁樣先至直接可以傳入去嗰個子宮，佢話咁樣先至係最好嘅。佢話你以為咁你隔住個肚皮嚇，佢話你隔住嗰個肚皮，即係好好聽得好清楚啊！那個傻仔，佢話呢啲根本就即係人哋即係入邊有羊水啊、成啊，根本咧就聽唔清楚。佢話如果你想有真正嘅胎教咧，你就應該要咁樣做咯。咁咧佢就而家咧就發明咗鬼佬嗰邊咧就發明咗一部機器嘅，即係咧有一嚿即係塑膠做咁，可能你可以塞啲 MP3， 即係你可以用手機即係控制嘅連接佢咁樣啦。咁咧就佢話你就塞入去，咁咧就喺嗰度咧播音樂，咁就 B B 就可以聽得更加清楚啦。咁呢個胎教咧就會更加圓滿啊！咁呢個就唔知真定假嘅。即系呢啲就系佢呢个鬼佬个研究单位就咁样研究咯。你哋点睇呢样嘢？你细个有冇咩胎教？讲真，我好似都唔知道。我印象中都系以前旧时年代边有咁多呢啲咩放假，可能大肚都照翻工啦，都冇咁多产假。以前福利都冇咁好，即系大把父母爹哋妈咪因为拉屎哦就出世，可能翻下工先至突然间话唔得啦，要生啦，走去翻，即系走去生 B B 吓。你点睇？喂，有你都唔知道，你阿妈会讲翻俾你听噶嘛吓？佢话哦，你知唔知啊？嗰阵时我知唔知点解你读书咁叻啊？我因为我嗰阵时成日日日读咩书俾你听啊，剩啊嗰啲。啊！佢又有妈咪啲心跳声，点听咁多唔知啊？呢啲就系咁咯。胎教呢样嘢都系啲即系近代先兴啊，以前都冇呢啲咁嘅歌仔唱啊。古代人可能都即系净系叫你粗心大细啊，小心啲啊咁上下啊。好。有啲兄弟话咩大肚唔好睇达叔，黐线，睇我先至系真正嘅胎教啊！你胜过俾听莫扎特啊、贝多芬嗰啲仲劲嘅喎，你一听完个 I Q 即刻上升至低限度咧，上升50%，体力啊、集中力啊、智力啊，全部样都靓啲嘅。即系研究发现，英国研究话，如果你怀孕期间听达叔嘅话咧，就即系嗰个婴儿个发育咧就系全面提升，至少上升50%，劲嘅就上升200-300%，话俾你听，进化添啊！佢有部不少婴儿本身即系进化成萨亚人嗰啲咁上下，即系。原本上一代咧就好，可能话身高唔系好高啊，听完之后变成米8啊、米9啊嗰啲咁样，你知唔知啊？胎教系有一个影响力嘅，的确系吓，知唔知？有话听完会变文科仔嘅，黐线！你点解咁中意讲咩文科仔？所有好多嘢都系文科仔做嘅，你知唔知啊？你而家读紧，你啊好多应用嘅嘢都系靠文科仔。啊！你以为文科仔？如果你咁样嘅话，你又香港唔应该存在有文科，大把鬼佬都屈叻嘅人都系读文科啦，黐孖筋，系嘛？莎士比亚啊，你系咪文科仔啊？古代中国全冇得读理科啊，即系你知唔知啊？屈黐筋，古代中国冇得读。
读理科啊？全部嗰啲咩诸葛亮，你会唔会叫诸葛亮文科仔吓、啊？你系叫诸葛亮文科仔啊？吓、啊，孔明佢话水镜八奇啊，孔明卧龙吔屎啊，文科仔你会唔会咁讲？黐线唔会啊，大把劲人，曹操，曹操个文科仔。啊！吕布嗰啲都系文古代啊，古代根本就冇得读理科，冇呢样嘢啊！全部都系文科仔，你所识嘅英雄历史人物全部都系文科仔，点睇啊？我话咧，我入场我一阵就会狂入，我会追翻。啊！最劲嘅文科仔啊，孔子系啊，万世师表孔子都系文科仔。你就话孔子系文科仔咯、啊，好嚟啦嚟啦嚟啦，咁场一定要掂硬碾入，即刻立即追佢十几廿粒，好、啊，而家开始真正嘅游戏已经开始啊，黑暗游戏，游戏王而家好似又唔知几多周年又好似又要再出过，好似，好、啊、，Oscar。想俾啊地波啊，可惜啊，唔紧要，仲有人靓啊！我出到嚟，呀，争少少捉到啊！依下可以试试远射、唔远射，一样俾到落去，成龙吸翻过嚟，箍住个波好潇洒，再出嚟捉落去咧，即刻猛攻！我话咩？我一定入硬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顶落去，黐线啊！咁都救到？戆居啊！咁鬼靓呢下，黐孖筋哇！咁样浪人又唔吹罚，黐线，一嘢攞争坐落去喎，癫啊！好，而家仲有几多分钟？六啊九分钟，只要唔失波，我哋有机会反超前噶。好嚟啦！成龙点啊？哇！我条友唔知啱啱唔知咩事，有十字架拉伤嗰啲黐线佬。好，喂，做乜鬼嘢？搞错啊？点解成日都系佢波靓啊？争少少就偷到佢波啊？又似嚟啊！跟住咧，仲有单新闻系讲啲咩咧？就讲咧，就好多人咧之前咪喺度讨论话咩食斋啊好啲嘢，食斋。对身体好啊，点点点咁咧？近日咧，澳洲有一个女仔就话咧，佢食斋，佢咩食咗好多年噶啦，佢由细到大都系食斋，好似31岁，咁咧佢话咩？佢食斋起码食咗29年，咁咧就因为佢阿妈系一个咩严格嘅素食者，咁咧佢就好睇下点啊，我度吸落去。好，关啊入啦 ，yes， 入咗啦 ，go， 你睇住啊，挡啊嗱，照入啦，吓仲想闹出嚟，好轻松啊，计我入啊，超劲，话自己硬 ban 落去。咁咧就佢食斋食咗29年啦，即系佢由细到大就食咩番茄酱意粉啊嗰啲咁样啦，即系好咁咧。但系咧佢就话咧就唔系几健康，成日觉得好疲劳、好疲倦，跟住咧就甚至乎停经嘅，即系有呢个现象啦。吓、啊，即系大家知咩停经啊？就系冇即系冇 M 度啊咁样咯，即系因为女仔。正常就應該每個月有一次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們要繁殖，即是這個是他的動物本能，正常就應該要有這樣。那呢就他呢就還有一個家姐，他家姐是運動員，他家姐運動員呢就什麼他說什麼又是吃齋，他說什麼很累，但是後來呢試一下什麼每個星期吃一次紅肉，他說什麼那天呢他的運動表現就咩勁到黐線嘅，就有一個好好嘅表現提升啦。佢話嗰日就最好，咁咧就於是乎佢就即係開始懷疑啦，係咪？係咪咧就即係佢話即係要食下肉先至好咧咁樣。咁咧佢就一開頭咧試下咩飲啲骨湯，咩豬骨湯定咩骨湯咁樣啦。佢飲完咧就覺得自己越嚟身體越嚟越好喎。咁咧就而家咧開始咧，佢就覺得咧佢都要食少少肉，
佢一个礼拜咧就话食两次肉嘅，两次肉咧就有冇机会啊？两次肉咧就都系食鱼，佢就唔会食红肉啊。两次肉咧就佢话咩啲肉咧仲要系咩自己捉嘅，佢话自己捉鱼，咁佢话咩人道啲，即系佢话因为你食斋有时都系觉得话哦嗰啲。肉類即係有時啲人養豬養牛咧就好殘忍啊，點樣即係好唔人道，逼曬啲牛豬喺啲好污糟嘅環境唔好咁樣咯。好，超靚，係啦，靠你啦，我夾掉落去啦，可惜啊，呢下爭少少啊，盡顯功架你啊，我哋一認真。呢下有搞错，后脚都咁样俾你拦到啊！保护啊！啊，佢好惊我，追住我嚟抹，靓到抽筋，黐线顶到咁靓，有冇搞错啊？哇！黐线！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啦，辛苦我嘅队友啊！都好刺激呢几场球赛。继续系用硬胶人兄弟所画嘅，我唔记得咗门图啊！请等等，转个游戏先。边位生日啦？郭永聪生日快乐，仲有咧？萧文敏生日快乐，破旺生日啦，好耐冇见喎，破旺生日啦，生日快乐，仲有边位？仲有边位海哥生日快乐啦！大家生日快乐，